要来玩吃鸡啦！刚刚讨论那么久呢，我们今天也要来挑战一下，我们四个人一起四排。没错，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在节目上吃过鸡。对，那一次，那一次是吃鸡还是第二名？第二名。第二名就是有你吗？那一次超夸张，只剩你一个人。那一次我们四个人，这没声音。然后一开始三个人死光了，剩我一个，我从头到尾都在跑毒，你们从头到尾都在吃，然后我们就第二名了。还蛮厉害的，我觉得这一次你应该蛮有信心的吧？没有，不是，看不到。怎么会这样？就说没有。那个荧幕离我这么近，我都看不到了，更何况他现在离我这么远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加油，你捡东西就 OK 了。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游戏画面了。开牌，开始。没关系，叔叔刚刚说他 carry 了。哦，对，我们这个有小件视角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有一个小件视角，然后我想看固定小件视角的话，可以去看。那我们现在节目这边大家先按 ready， 我们已经组好队了，大家可以来预判一下我们到底可以打到第几名。声音会不会有点小？不会啊，没有。我看小健最近玩这个真的超好笑，因为越来越多人知道他，然后就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叫他，超好笑。你说公开语音频道，对，就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就会有人在那边小健小健之类的，等他跑粉丝。你们要跳出？不用吧，应该可以遮脸。我已经进来了，可以可以，没关系。就我第一个先进来耶。天啊，我的键盘好远。好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有，好，有声音了，有声音了，怎么又坏掉了？你现在预测一下，现在还没有打，你们觉得会第几名？我觉得有小健大腿在，应该不是前十没问题，大概前十还在跑一点。那小健觉得呢？小健在忙？没有，我觉得他应该听不到。我有没有麦克风啊？我要呛他了。有，没有？我开全屏啊。按听，看可不可以？我们这场没有大叔哎。因为还没连进去。大叔还没进来吗？还没。没电脑。只有三个人啊。所以我们要先开始。大叔预测。我们要在哪里跳？我听到别人声音好小声。要上哪里去？对啊，我们要去哪？P 层吗？直接出去。不要。让你一代啊，一代二。那我选好了。好，你选。好，那我们选。我们选这里好了。好，干嘛？看不到。好，可以，看不到。视力很不好。这是什么层 ？MMMM 层。对。好，跳了。到了，就在下面，就这个。对。哦，我以为是海边那个。原来就是这个。我还以为我会飞不到。所以这个地方的特色是什么？这个地方的特色、你是他是导游是不是？就是这个地方的特色，就是没人穷。所以我们还是要靠打。没有啦，还这样听起来我好焦虑、喔。还是会有一些东西啊。这栋看起来蛮大的。还可以有一栋三层的 L 型，这一栋还行。基本上我们就是走一个保小件战术。好，我们只要他活着，我们就会活着。对。我帮你看，我帮你看。你帮我看要干嘛？我帮你看了。哦，我帮你看了，还可以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可以啊。等一下，不能再亮了啊！不是，我看不到那个字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不到装备的字，所以我要靠很近。你近视很深吗？哎呦，好像还好哎。我差不多了，我可以了。你这么快？可以了。你很肥吗？我很快，不用。
你很肥吗？他看起来很瘦。去肥人家就好了。我差不多，不过这边差不多要进攻了吗？没有啦，我们应该可以先把这边弄完吧。我们先把这整栋收完，确定没有东西。好的。有人哦！在哪里？几楼？在楼下，我这里，救命！就好，一楼的。没事没事，他拿小手枪都在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好像是，好像是。哎，救我！你们，我可以在这里救你吗？这延迟吗？好，我先救一秒。OK， 好像还有人、啊。没有了，没有了吧？他死了吗？他死了，他死掉了。怎么他只有自己一个人呢、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而且他刚还没看到我、欸。我以为还有队友，小心。我一个冲锋枪打出小手枪、啊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头盔啊？这边有头盔、欸。有。哇，有你三级盔哦、喔。对啊，超猛。算有钱吗？对，一开始就捡到。一个背包，你有需要绷带吗？啊，我有了，我有了，我刚捡到一个那个大，没人呐、啊，没有，我再看一下我有几颗子弹呢、啊？我跟你讲，你有45颗子弹。哦，好 ，OK。对啊，让我当你的眼镜。好。哇，下楼了、欸，希望没有人，我好怕有人。不会啊，应该只有刚刚他看到这样只有一只而已，没有其他人。他的同伴呢？这边还有其他枪哎、欸，有人要吗？等下我去。好，那我留给你。干嘛？去哪？这里不是你吗？对，是我。在外面吗？是你。上面有 ID 啊。里面，在里面。没问题。应该是连不进去了，应该连不进去了，对。看一下，竟然有自己一个人，没人啊？还可以，没有人啊？这边就是一个荒芜的地方啊！我刚以为是小健呢，在乡下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应该是那个人说的 ，AKM， 对啊。你那边有收到什么厉害的东西吗？还是有没有背景？没有，完全没背景，没有背景。基本上我没有背景，我就跟瞎子一样。屏幕不见了。前面有人，射他，射他，干东。什么点啊？屏幕不见了，黑屏的各位，标一下。老婆在哪里耶？所以他们应该是他刚那个人死掉的队友吧？应该是整个跳掉吧，我听到。哦，我这有2补哎，有没有人缺补啊？我现在有3个大补包。二楼看来需要饮料。没错，我一瓶都没有。饮料目前我也没有。倒是很多背包。我跟你说，我身上有饮料。有吗？我身上有药，你可以开枪把他给干了。不是、啊，我估计他是回不来了。现在我们需要大腿啊！哎，我们现在是少了两个大腿，现在又是我们两个在。有人，开枪！哎，不许在哪里？我当你的花鼠，来，花鼠你来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样不行啊！看不到，我不知道人在哪里啊！对，哎、欸，按一下 B。他在哪里啊？围墙的哪一侧啊？哎、欸，秀福特，你今天短大，画不掉啦，你哪里？啊，你狗屁啊！受不了，金波换，过来。来，花鼠给你控，我看不到。你两个站好开哦！我看到人了。等等，快倒了！他快倒了！再一个底下！你哪嘞？问题不大！装子弹吗？装子弹吗？不用！再一枪！啊！哎！后面！走！在我这边！快走！啊！等等！卡子弹！很好！来！哎，站！可以。
好，大家呢？这卡个字啊，太好了，漂亮漂亮。还有，漂亮漂亮，他还在那里，他还在那里。后面那个人，哎，哦，那是我们。有车子声音哦，有车子的声音哦。他不见了。哦，这右边有车子的声音。队友开车来是不是？他不见，他说啊。先补一下，完了，我刚刚要把东西先丢给你的。没关系，问题不大。哎，有人在讲话。可以。啊！哇！还有一个哦。可以。外面还有。他们好多人哦，他们一直在讲话是怎样啊？超多人哎。不要。太激。紧张生疏。哎，还有。我也小心。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先去躲起来啊？我在想，他们一直在讲话哎，你该补一下，你再走一单去哦，就直直了。中部跑法，哦，极限，等他，他是不是走过来？他走过来，快点，连发开下去，连发按 B， 好了，上来，左边，右边。他看见你，不要！行，趴着好像不行，他要站起来。他忘记改按键了，因为我自己蹲是扛错，我一直按扛错没有东西。所以现在可以。我们还要再一场吗？还是我们来玩第二个游戏？再一场。他说我们再排一场，来吧。开好吗？没有灯。有啊，至少我有带走他们几个，两个不错。哎、欸，他们很凶哎、欸，他们一直在讲话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一直在说包夹他之类的，我一直听到对面在讲话。对面讲话你听得到？我听得到啊。他应该是开全屏，他开全屏讲，他是给你压力，制造你压力，然后让你跑走。你这个。刚刚你讲话，他是不是也听得到？我们叫他是不是也听得到？我觉得应该是。哦，没有，听不到，听不到。小健可以对镜头比个赞吗？你观众要求粉丝留言啊？这么简单？比个赞是？让他们就很开心了。现在在登入吗、哦？他们是想截图那个红色懒叫人的那个啊。差不多，对，他是想要截那个图。好。可以吗？所以登进来了吗？好。我按 ready 哦，偷改按键好了，好，嘎，因为我的蹲是用 Ctrl， 我刚刚想说他怎么都不会蹲呢、啊，我就只好趴在地上，原来是这样，然后我的冲刺是蹲不是 C 吗？原本的，因为我有改键，我自己因为以前的枪战大部分有蹲都是 Ctrl，就是其他的枪战类型的游戏，好。我按了，预备。等一下，等小健。还有你。他问题比较多，没关系，小健问题比较多，等他一下。你是忘记密码了吗？哈？还是现在是要登录吗？这应该不是登他的吧？这不是我的，这不是我的。这是要登，这不是他的，这是要登那个工作人员的。好，看一下。好啊好啊，可是我要拿一下手机才有办法哎。对啊，对啊，验证。对对对。好吧，来我们来稍等一下。哎、欸，小健，为什么有时候你可以看的那个人呢、啊？是真的是因为马眼吗？你有开外挂、啊？这是说不定我也开外挂啊，对不对？有时候真的很难看哎、欸。我觉得好像要把画质调到最低会比较好看一点。可是这有时候就是。习惯的问题吧。你有看过他玩吗？他真的可以看超远的，
他超远，他从是听声音的关系吗？不是，重点是他从一开始玩，他就可以看超远。小健，只是离眼。他一开始看很远射不到，那个是，但是现在看很远射得到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一直有在看你台啊。他一开始眼睛很厉害，但是射不到人。然后现在眼睛很厉害，又射得到人，就是又准，然后看得又远，超强。其实有一个有办法调到一个让你很舒服，然后其实又可以有点小技巧可以看到人的方法。愿意分享给大家？是可以调，当然不愿意。没有啦，就是有办法了。我再跟你讲，对，我是说真的，我是说真的。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讲？你就没差、喔。他没有跟你讲吗？你又没差、喔。对啦，但是还是有差啦，会好一点。所以会有一些技巧。那有什么样的技巧可以克服三 D 鱼呢？就是玩不呀，那只能多玩一次。多玩之后回来就玩完就去睡觉，晕的受不了就去睡觉，完全受不了就休息。你玩到受不了就休息。这是真的啦，这是真的。我自从玩那个 VR 之后，玩任何 3D 游戏都不晕、oh, ，真的瞬间不晕。VR 应该是最晕的。对，我当初玩那《恶灵古堡》，玩那个 VR， 看着你们，真的是脸色翻白。对，这时候像被雷打到一样。然后自从玩那时候玩去玩其他游戏，好像开窍了。我唱下面那个都不会晕了。可是我后来发现，就是我一阵子没有玩吃鸡之后，我最近又回去玩，我又有 3D 晕。会，就是很久没玩的晚会，就是又会有了。可是再玩那一天就不会了。哦，对，再玩那一天就不会了。像我有当初炉石改版，我大概有一个月没有玩吃鸡嘛，我都打炉石，然后后来。突然有一天去打吃鸡，那天没办法。对，我原本以为我已经习得吃鸡这个天赋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后来我回来玩，我又发现，我又开始晕了。所以就不能休息。对，有时候休息之后，你的身体你不要休息太长了，不太习惯。对，不要休息太长。可是有像你那么严重吗？你们听起来都一下下而已。我超严重的，我这天回去玩，我要重新适应好久。我大概是玩三个小时吧，三个小时过后就脸色发白，然后说不行，我不行了。没关系，多玩久一点，多玩久一点，就可以到六个小时。所以玩个一个月之后就好了。好了，我回来了。OK， Let's go。OK， Go。那今天有改哈？哇，不用改啊，没关系啊。刚刚那个我控键盘，小健控滑鼠，有没有？这真的是还蛮猛的，然后还打死两个，是两个都是这样子打死。他们虽然有点怪怪的，我也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事。他等一下还要把它重新。他们看起来 level 也是那个跑完不太行。等下再重新。他可能跟我们一样，荧幕有点远。荧幕有点远。我们现在是距离荧幕两公尺的位置，真的是很远。没有没有，这跑完就可以了。有时候可以，有时候不行、啊，这很难讲。这位置有点小。有啊。没事，这把不坑了，这把不坑了。有，我看得比较清楚喽。有了吗？有，忽然很清楚了。那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听不到。可以。不是，里面有人在跟我说我听到了。Hello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跳出哪一条？哦，真的吗？好啊，也行，都可以。要换吗 ？OK， 可以。跳机喽！跳哪里？我们是要跳人多一点的地方，还是没有人的？当然是能吃鸡就吃鸡啦。能吃鸡就吃鸡。跳哪里？好。好啊，小健抠啦。那我们跳这里好了。OK。哪里？看到吗？看到，有。我让那个大叔上我的位置，这样子我就可以。准备了。来观战。哇，这么远，其实我不太会跳。可以啊。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可以哈。好了。试看。一二三。等一下，那你们最后是决定？一二三，你们。没事。为什么？没事。这台语有点问题啊。你是不是人有问题啊？你这是不行哎！他坐到哪一个位置？有。还刚好小健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然后就黑掉。这就不能怪电脑。差不多了，可以开了。
是那个吗？啊？是前面的？对对对，右前方那个，你看那个就是我。对。真的数一二，永远没有三哎。对。一二三，然后有个人黑掉。没有，大叔已经降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。对，因为我没办法控制键盘。因为他的三波在哪里？这是为什么？你没办法控制吗？找不到人生的方向。他没办法控制键盘。大叔现在还在迷。大叔键盘动不了。哎，我刚刚可以哎，为什么你就不行？哎，二楼，你要前后。哦，可以。前后。前后，对对对对对，你会吗？你们应该离这是前后，我教你在前后，對對對这样就可以飘，可以飘很远。对对对，可以去很远。像这样吗？对对对对。还是看天空比较好，还是要前后摇？前后摇，前后摇。我去找你们吧。前后摇。没事，不用理他，他很燥的。真的吗？他在野外求生就很燥，他很燥的。你们等一下再汇合啊，先收完这一区。还行啊，我们不用跑多。哎、欸，你们在圈外还是圈内？圈内，圈内，圈内。但是大树好像在圈外、啊，我知道，没关系，我直接先飞这旁边这个小洞了，好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反正应该没有人，先从旁边开始搜。嗯，哦，我有车，我有车，没问题，捡到一把屋子哦。所以小健，你平常习惯用哪一种枪？哇，对，你自己的爱好，就是除了捡到那种很稀有的枪以外，平时普通的时候，你会喜欢用什么？我都会拿那个 M4， 不然就是拿那个就是556的枪啊，用556子弹的枪我都会拿。然后就是另外的话，大概会拿一把 G 吧。哦，啊、如果有背镜的话，通常就有 G 很好用。对对对，通常我都会拿，通常都会拿。声音是大叔吗？这是，对，大叔在开车，对，大叔开车为什么我听得到？我也听得到，太扯了吧？有够大声的。我也有一台。好好好，我稍微。但我那台是可以双载，可以载两个人。哦，有两台两种车身。哇。哎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！我听到你来了，来了来了。那你有什么装备吗？没有没有。还是你已经收完了？我差不多了，没还有还可以。还有。哦。最后一间最大间的可以留给你。还有大叔也还没开始收。没关系，我去别的地方。他现在在开车中。他不用了，他不用，他开车就很强了，不用。他现在唯一的财产是只有车吗？对对对，工商，他还是个裸体的，对，还是个屌，裸体开车是不是？先找个瞄准镜，我就插一个瞄准镜。瞄准镜，希望有八倍，但很难剪哎。不用，我发现背镜很难剪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啊，背镜是真的。红点瞄准也可以。他们都已经内建八倍镜，所以你觉得你我只要带这种东西就可以玩了、哦，全息瞄准镜就行了。对，不用到八倍镜。有时候还是要啦，就是有些场合啦，而基本上现在应该够玩了。啊，你要不要？我帮你带一个红点。二楼你要不要？我发现小健这边还蛮齐全的，因为有补也有了，枪也有。我除了四倍以上我都不会用。四倍以上，我连二倍都不会用。你只能拿一个四倍吗？好像我这样子 AK 我就不要了。好，所以现在就换。对，肥了。对，然后我都不要。你要不要 AK？ 看比较好用。没关系，我在收大件。我丢掉了，我把 AK 丢掉了。好，我很偷贼，这边两把。还背不了那么多把，对，你可以标个点啊，等下那个要他自己拿。留一把给我，现在连一把枪都没有。你不是飞了吗？好啦，好啦，我给你、啊，我去帮你捡，不用，不需要你，我帮你捡。你们刚刚降下来的时候有看到旁边有其他组下来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们跳野外，对，你们已经在很荒芜的地区了，对。好，我帮你捡了。收完，等下移动。哎、欸，没事。所以小健，从一开始玩到现在，大概是玩多久了？是一刚开始上的时候就开始玩了。对对对对，封测就是那时候还没有正式上市，我就买来玩了、哦。你就已经开始玩了？对对对，大概玩了，我今天看好像是
有数过几场，还是说总时数？他有时数，对吧？那九百好像玩了900个小时。哇，900个小时，宅男玩那么久啊？哎，那里我收过了，那里我收过了，九百还蛮久的啊。你看 NL 现在是几个小时？你有看过吗？他应该有100多了吧，200了吧？有破百了吗？应该有吧，一定有吧？我看你每天都在玩呢。蛮勤劳的。哎，这给你，这给你，这给你。哎，干什么？对吧？我走路。你们两个想干嘛？给你，这给你。镜子我也帮你装好了。现在画面是，现在是大作画面。都有啊。嗯，叫红点，看不到是。哎，你身上那件衣服蛮漂亮的。啊，可以换衣服，可以换衣服。枪换衣服，划算。叔叔，你的车车呢？我的车车在这里。哇，他车很高级。好，来了来了，你要坐车车吗？他车可以载全家。你是谁啊？这是小健，我这是狂暴小健。我是谁？我连朋友爱蛋嘞啦，够狼啦！啊，合理亏啊，合理亏啊！我把亏，我把亏吗？给那个 NL 开吧。还有轰炸，给我开，给你开，给你开，到你表现的时候了。不要自己开去轰炸区啊！没有没有，还没，前面。表示那区有人。我们要去哪里？要往哪走？去你们啊！天啊，欧多麦了！哎，冲杀毁了！我跨掉！你突然一个跳过来，你有赶时间吗？没有，我是说你们有赶时间吗？赶着下班跳，有赶着下班，我就会，我可以让你们早点下班。没有赶时间，我们就慢慢来。怎么？旅游节目？没有啊，随便走啊，随便走啊，随便晃吗？随便晃没关系，随便晃。反正往中间移动啊！哎，哦，按什么喇叭？好担心哦！你这样开车头晕吗？对啊，我都晕了，你不晕吗？我不会。你车上的乘客？没有，因为我要很小心，所以还好。那我们去这里好了。哪里？上面。可以看小电视角。要怎么就直接切多视角，他们就看得到小电视角。对。可以切多视角，就可以看到小电的视角。啊，所以他们可以看到我的吗？可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高手视角。哦，我想说我看不到哎。高手视角。好，我们就到这吧。对，但还是可以看到小健的视角。你有压 turbo 吗？怎么压？按 shift 啊！哦有。好，我们就从这边直。不，啊，说错了。对，没错啊，标准点的吗？现在我们要从这边开上去，直接用力的开上去，直接用力了吗？一用力，好，要 camp 一下，不要再撞石头。对，直接就开上去，你应该看过吧？好，本来。要分车，不会，这可以的。你好像不够快哦。不够。可以，用力，油门踩到底，可以，啊，上来了，非常好。应该没人吧？没人吧？看一下，空的。好，空的。那你这边可以捡吗？这边有二级包包。这边还有。消焰器。小健视角会没声音，对，好像只会听到一边的声音吧？哦，好像是这样。我不清楚哎，其实我自己还没有切过那个视角，因为平常自己都是第一人称，就自己在玩。那我这样观众不是就很过瘾？观众就是可以，他们如果有双画面的话，应该是刚刚我看聊天室是下面那一栋会不会有人啊？应该是没有人，这两栋都没有人。然后转个第一，所以他们也可以看到 NL 的视角吗？我转个第一人称。NL 的话是哦，让大家晕一下。但是现在好像导播是导播是在大多画面，我这边。哦，好多了，二级啊，谢谢，啊，我有了。我们在正中心点哎，感觉还蛮顺利的，感觉没有遇到什么人，你们已经东西都拿差不多了。对，我想说来这边然后现在又在圈内，你们现在应该找。
找一间比较好的房子，然后可以先等。这个为什么那么慢？物资收完之后。所以你们三个到集合吗？有啊有啊，我们现在在旁边啊。他不知道在这里做什么啊？他不知道在这里做什么啊？眺望远，我在调视角，又太慢了。哦，你有四倍镜哦。哦，我都看到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我们去。空投吗？对。因为每一台黎明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就在这里。有了有了有了。空投，听到声音了。丢了。丢在。有点远，有已经丢了，他已经丢了，可以丢了。车子在哪里啊？车子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在旁边。很近。要追梦吗？上面上面。走走走，追梦。追梦。哎，车子哦。总觉得旁边还有很多人，你们跟。没事，这个就我来开吧。这肯定有人的。除了我之前有捡过是起大雾的地图，那比较容易捡。卡大你啦！卡屁你啊！排挤，真的是排挤哦！你哪嘛？你在冲啥鬼？还冲呀！哦，这好像扣血哦！不让大叔上车！哇，这么会开！可以可以，漂移，慢一点就可以了，慢一点。不得了！好，我们应该要去有点远。要不要换个 NL 视角来看一下？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哦、喔，没有了。嗯，干你对啊！前面有两台车，我刚刚叫他们让车出来。该怕该怕该怕！哎，老油啊！哎，老油啊！哎，打架！哎，打架！乱叫！乱叫！我挑衅他一下，他是受不了。有啦有啦，我打了他一个啦。我本来想过来剩一个，应该可以。没关系没关系，哎。好吧。这样差不多吗？对。然后我们现在的话，就是先进一下广告，对。然后这边也是非常。这边要念一下抖内。哦，对，我们先念一下抖内，我们先来念一下今天的抖内。看看建粉的抖内。是的，有吗？有人抖内给我吗？一定有啦，一定有。是等一下会出现在蓝色上面吗？蓝屏，前面好蓝啊，一片蓝蓝的。有吗？没有没有。这边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抖内画面哦。稍等一下。你是不是接错条线了？哎、欸，来了，出来了，在第二个荧幕上。从下面开始念吗？对。好，第一个哈哥50块 ，NL 想跟哥哥现场来一下吗 ？A 底线 A。好 ，XUP 50块，听说今天是干爆问安的最后一页。好，下一个烟钱87块，小健大叔我爱你们。然后 XUP 50块 ，NL 可以露奶展现你开台的初衷吗？XUP 跟他都是有没有不同人？是不同人吗？感谢，然后还有鲁拉拉想帮龙尾问问，50块订阅小马有抽全套按摩兑换券吗？然后 Mo Darling 100和平女神希儿记得 reload 什么意思？哦，我每次都会就是开完枪之后忘记要 reload 或者那个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就补子弹吗？对啊，就补子弹，有时候会忘记或者按 R， 忘了按 R。好，那就是谢谢今天有所有抖内的谢谢观众朋友们，然后呢也要支持一下我们的粉丝团跟小，来我们先来介绍小健的粉丝团，如果还没有点赞的记得帮忙快点按两次，男生实况组很辛苦，快按两次赞，只有我就好了，应该只有我吧？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有粉丝团，他没有，对，今天我没有粉丝团，真的你有开个人追踪吗？也没有没有，对啊，这边有很低调，退群的那个 ，OK， 有退群的那个，大家记得去追频道，大家可以追随一下，平常喜欢看无时的也可以追随一下，看吃鸡的也行，然后还有我们更爆的粉丝团，哎，还有吗？没有，居然不出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大家还是可以看一下，因为之后陆续的一些消息还是会在上面，就是告诉大家。所以说呢，如果没有点的，记得追随一下。
然后我们这边等一下要进一下广告呢，因为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会还有第二波神秘来宾，是的，我们等一下有神秘来宾，所以我们先进一下广告休息一下，大家拜拜。